Hello，大家好，我依然是肖战。对，回归洲际时间，有多久没有见面了？蛮久的吧。然后最近我们一直都在练舞，对，然后现在我们也是刚练完舞，然后整个人也是最真实的样子啊。怎么说？然后现在每天练舞，然后感觉很充实，然后。大家也在去为这个事情在共同的去努力，然后还有几天就是28号，然后就要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，好紧张，但是也好兴奋，就有一点感觉回到了第一次录节目的时候，那种感觉，那种兴奋感，然后肯定是会努力的去做到最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训练，然后。各位兄弟，然后每天都很努力，然后我们的歌你们听到了吧？听到了吧？应该，以己之名，好听吗？28号，我希望听到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唱，好吗？然后说到这首歌，要就是想感谢的人好多，首先是谢谢有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对我也好，对我们整个。X9 也好，最大的鼓励，然后还要感谢我们的经纪人姐姐三位金花，然后还有好多好多幕后辛苦付出的工作人员，对，还有老师啊，大家都很辛苦，为了这一个 EP，然后为了这首歌，希望28号可以有一个完美的呈现吧，不会让你们失望，另外，好像说听说抢票抢得很厉害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抢到啊？然后我们在28号有帮你们准备票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抢得到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呢？好像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。反正这几天我们会好好照顾好我们自己，然后更加努力的去练习，然后28号。呈现一个完美的自己，完美的 X9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